是睡觉的时候直接被你拖来现场。哎，这个睡真的很猛哎。他的头套，他的头套黑白没你们事了。来，拉拉队之争呐。哎呦，好，起床飞下来了，来，看。唱逍遥亭，江汉有真的你呀、啊！我翩翩云霄停留在天空间，啊真哎，哦，原来是综艺大热门的订单啊、哦！原来是要我外带一个爱荣全餐给大家，没问题，小哥我立刻出发。爱荣全餐让大家久等了啊！哎，这里我好熟悉哦，我们刚去过啊，那个大热门，哎，玩很大，玩很大，去他家。仙人掌，指南宫，应该最近运气不太好。他家竟然有别的男人啊！没有，包子怎么放在地上？东西乱丢掉，还有没有喝完的饮料？这就是平常爱荣直播的地方，一样很乱。辛苦了，来请这边请。他们是这个我的伙伴啊，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是一位送行者，我是要送你去录影的。现在干嘛？来，我的两位伙伴，请把头套戴上，好，冷静，你这样子不要挣扎，跟我们走，来。好，慢走，拜拜。来了吗？哦，来了，哦，来了，开门口，赶紧来了，我直接过来了是吧？小青扑花，哎呦喂，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呦，真的睡觉的时候直接被你拖来现场。哎，这个睡真的很猛哎。他的头套黑白没你们事了。来，他的脸，他的脸真的不能看镜头，超好笑的脸。他的脸的惊悚程度跟他的心理状态是一样。OK， 我们直接来看真面目啊！一二三。哎呦啊，头发拨一下头发，哎，可以摘面口罩可以拿下，没有化妆，很完整呢，好，真的哦，而且皮肤很好哎，对啊，而且宪哥他身上香香的，香香的，蛮不香的，哎，干嘛？我们是评审，这个不在评判范围，谢谢三位，没有，哎，这没化妆哇，没化妆，认真。这真的没化妆吗？不是，我真的刚睡醒，然后被抓过来，我怎么化妆？你平常就穿这套睡觉啊？哦，对，我就是我 PO 过在 IG， 然后就是这一套这样。哦，那这件就不要了吧？这个有需要吗？哦，不要了，会冷，太水了，会冷的，可以脱掉吗？好，可以的。哦，对嘛，哎呦喂，睡相表情很害人，是真的吗？
对，蛮丑的。同床的朋友吓跑。同床的同床是什么朋友？这其实是有一个事件的，因为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拉队女生嘛，就是一群嘛，然后在外面工作，我们就会睡外面的饭店。到了隔天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你昨天是有做了什么梦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”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因为你昨天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然后突然转过来，然后对我们这样。”哎呀！太恐怖了吧！声音也太低了，这是梦到什么东西了？好恐怖哦！麻烦检查连唱是否有状。嗯，没有，我还看到真的很强哎，小脱皮，很肿起来，因为我这天晒太阳。哦，哎，对，有种睫毛，对对对，但是没有种的很浓，对 ，OK。因为上次玩很大吓到，然后后来就跑去。总结吗？对对对，上次打扰你了，还有这个不好意思。哎，而且你已经去过他家了，对，哎呦，很熟了，很熟。我们去过，就不要管了。Hello， 还在 IG 上面已经分享过，有了，有泼了，好吧？恭喜我们目前的第一名，翠醒女神，女神请勿对飞，谢谢。遮一下，遮一下，遮一下，遮一下。哎，真的是漂亮。哇，这个做了个腿，哇，不得了，阿姨，好看，精彩，阿弥陀。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VCR 了，先哥。哎，可以，可以看的，不要，差点没把你叫好了，要叫我，要叫我，有叫了，我刚刚也看的入，叫不醒，哎，那我们要身体好才能接。